Le minist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a développé une plateforme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pour les élèves du secondaire au Cameroun. Une série d'enseignements dispensés par les enseignants de qualité pour les élèves du secondaire. Apprendre n'a jamais été aussi simple avec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Une initiative du ministè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sous la supervision du professeur Nalova Lyonga,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ministère 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 la CAMTEL, la CIRTV et l'UNESCO. Nous introduisons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comme une autre méthode d'enseignement et d'apprentissage qui diffère du cadre de classe traditionnel auquel vous êtes habitué. Dans le mode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vous n'êtes pas avec l'enseignant en personne, alors prenez votre temps, détendez-vous, écoutez l'enseignant, prenez des notes et visitez les liens suivants pour toutes questions ou réponses à vos préoccupations. Allez-y à votre rythme. La solution du Cameroun contre le Covid-19 est au-delà. Professeur Nalova Lyonga, minist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大家好，我是凯莉老师，我今天又来给大家上课。今天课的对象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的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吗？好的，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汉语课。好，大家还记得上一节课老师给大家一个作业，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现在先笔改上次的作业。好，我们先看一下作业的内容。作业的要求是什么？仅用造成家庭团结、矛盾、相互支持、承担空闲。我们看一下空闲的句子，有四个句子，一二三四。 第一个句子是家人应该什么？家人应该什么？二，你应该你的错。你应该你的错。三，什么？对每个家庭很重要。什么？ 对每个家庭很重要。四，父母不明事理可以家庭什么？父母不明事理可以家庭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一。 你家人应该相互支持，好吗？家人应该相互支持，所以第一个是这个，这是第一个正确答案。二呢，你应该承担你的错，你应该承担你的错，好吗？ 好的，三呢？家庭团结对每个家庭很重要。家庭团结对每个家庭很重要。四，父母不明事理可以造成家庭矛盾。老师再来一遍。 父母不明事理可以造成家庭矛盾。好，我们今天的课是语法课。今天的课是语法课，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句型。第一个句型是有的，有的。 有的，第二个呢是不但而且，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纲。
今天的教学内容和以前的差不多。首先，老师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课的目标，然后介绍这个教学填写。老师是不是上次说了吗？教学填写是什么？你们上某一个课之前应该知道什么？好。 然后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就是老师给你们解释的课，练习和作业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老师不用讲。这节课的教学目标，老师为什么在上这节课？因为老师只要想让大家通过学过的课文来知道有的的意思。 并用有的有的来表示一些，然后呢，通过学过的课文的内容来知道不但而且的意思，并使用不但而且来表示递进关系。好，那么上这节课之前，大家应该知道什么？首先。 大家应该掌握"有"字句，意思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怎么使用"有"这个"有"来造句。二呢，大家应该掌握"不"的意思，并掌握怎么使用"不"来表示否定。后来呢，大家应该知道"但是"的用途，用途就是怎么使用。 但是来造一个句子。好，我们的教学活动从这里开始。老师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然后按照照片的内容来造句。看完了吗？好的，我们看一下同学的答案。 有一个同学说，一些花是红色的，一些花是黄色的，这个句子对吗？对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颜色，这是红色，这是黄色，所以这个句子非常正确。一些花是红色的，一些花是黄色的。 还有别的句子吗？没有吗？那么大家看一下老师的句子，老师说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黄色的。这个老师的句子跟上面的句子意思一样，一些花是红色的，一些花是黄色的，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黄色的。 这两个句子的意思怎么样？一样的，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照片。好，大家看，这些人，这是人，这是人。他这样，他好像在唱歌。这个人呢，他好像他可能在跳舞。所以，老师先请大家按照照片的内容来造句。 看完了吗？好的，有一个同学说一些人在唱歌，一些人在跳舞，这个句子正确吗？对，非常正确，因为你们看，这个人他在唱歌、唱歌、跳舞、跳舞、唱歌，好吗？看到了吗？好，非常好。还有别的句子吗？ 请大家看一下老师的句子。那么老师说，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跳舞。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照片。你们看，这两个女人，她们都穿了什么裙子？然后这里有tag，这里有tag。请大家按照这些照片的内容来造句。 看完了吗？
好的，我们听一下同学的句子。有一个同学说，一些衣服贵，一些衣服便宜。你们看一下，这个衣服多少钱？89英镑。这个呢？12英镑。所以这个句子正确，这个衣服贵，这个衣服便宜。老师呢？老师说，有的衣服贵，有的衣服便宜。好的，刚才我们看了三个照片，然后照片上都有一些句子，大家接下来看一下，跟老师一起读这些句子。一，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黄色的。老师再来一遍，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黄色的。二，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跳舞。老师再来一遍，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跳舞。三，有的衣服贵，有的衣服便宜。有的衣服贵，有的衣服便宜。好，刚才读的句子哪里一样？老师请大家看一下。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黄色的。第一个句子有什么？有的，有的。第二个句子，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跳舞。第二个句子也有，有的，有的。第三个句子，有的衣服贵，有的衣服便宜。第三个句子也有什么？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好，所以在这三个句子之内，共同点是什么？有的，有的。那么有的，有的呢？我们怎么使用有的，有的来造句子？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些句子。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黄色的。花是什么词？对，花是一个主语。是呢，是什么词？非常好，是一个动词。红色的这个做什么？对了，红色的做什么？宾语，是这个句子的宾语。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的，有的的语法格式。先有的加一个主语，加一个动词，加什么？宾语。再有另外一个有的加主语，加动词，后来再加宾语，好吗？老师再来一遍，有的加主语，加动词，加宾语，再有另外一个有的加主语、宾词、动词，然后宾语。好的，我们接下来做一下一些练习。大家，这个练习老师要求大家做什么？看、读、说话，看这些照片，然后用刚才学过的句型有的、有的来造句。好，老师先让大家看。看完了吗？好的，所以我们应该说什么？
有的衣服干净, 有的衣服不干净. 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 不干净的衣服, 这什么? 你们看, 很好看, 很整理啊, 这是什么? 干净的衣服, 所以这个句子重解, 正确, 有的衣服干净, 有的衣服不干净, 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有的衣服干净, 有的衣服脏, 这个句子对吗? 对了, 为什么? 老师告诉大家, 因为脏和不干净是一样的意思, 好吗? 脏和不干净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不干净就是脏, 脏就是不干净, 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他们在哪里? 对, 他们在教室里, 这个人是谁? 非常好, 这个人是老师, 这些人呢? 对了, 他们都是学生, 所以老师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造句。 看完了吗? 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说什么? 教室里的学生, 有的在学习, 有的在跟老师说话。 我们看一下, 后面的人, 他们都这样。 所以你们看这些人, 后面的人在学习, 这个学生呢, 他在看老师, 所以他在和老师说话, 或者他在跟老师说话, 这个答案正确。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照片, 照片上有什么? 对了, 照片上有车,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什么? 年级, 这是1972年, 这是1980年, 这是2010年, 所以照片上有年, 大家注意一下。 看完了吗? 好的, 非常好, 所以我们应该说什么? 照片上的车, 有的是新的, 有的是老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2010年, 这是1980年, 这是以前的车, 这是比较新的车, 所以上面都是老车, 现在上面呢, 都是新车, 所以这个句子非常正确。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接下来, 这个照片, 这张照片在哪里拍的? 对, 这是花园, 所以我们看一下, 应该说什么? 花园的树, 有的是非常大, 有的是非常小, 老师再来一遍, 花园的书, 有的是非常大, 有的是非常小, 我们看一下, 这个书呢, 怎么样? 很大, 这些书呢, 是很小, 所以这个句子非常正确。 好, 老师从这里,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照片, 你们看一下, 他们的表情啊, 注意, 看一下表情, 这个人, 他的表情是什么? 你们看一下, 有很多人,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表情,
好，有一个同学说，照片上的人有的高兴，有的不高兴，对吗？对了，因为这个人他好像疯了，你看他的表情，然后他的这个人他很开心啊，所以这个照片非常正确。另外一个同学说，照片上的人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老师提醒大家，高兴和开心的意思差不多，好吗？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句子，照片上的人有的开心，有的生气。所以生气的意思就是不高兴或者不开心的意思，好吗？好的，那么老师刚才不是说有两个句型吗？我们刚才学了有的有的，我们现在看一下不但而且，所以老师先请大家跟我读这些句子。一，玛丽的裙子不但便宜，而且非常好看。老师再来一遍，玛丽的裙子不但便宜，而且非常好看。二，这个学生的口语不但好，而且翻译很标准。这个学生的口语不但好，而且翻译怎么样？很标准。三，今天的饭不但做得快，而且很好吃。老师再来一遍，今天的饭不但做得快，而且怎么样？很好吃。好，刚才读的句子有什么共同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玛丽的裙子不但便宜，而且非常好看。这个句子之内有什么？不但，而且。老师先读一下第二个句子，然后我们对比。这个学生的口语不但好，而且翻译很标准。第二个句子又有什么？不但，而且。最后一个句子呢？今天的饭不但做得快，而且很好吃。你们看，不但，而且又来了。所以在这三个句子之内有什么？不但，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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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而且是这三个句子的共同点，就是一样的词语。那么不但而且是什么？我们怎么使用不但而且？我们看一下，玛丽的裙子不但便宜，而且非常好看。玛丽的裙子是什么？你们看，先看玛丽的裙子不但便宜，而且非常好看。今天的饭不但做得快，而且很好吃。玛丽的裙子和今天的饭是什么？对，非常好，这两个是主语，便宜，做得快，是什么？对，非常好，都是形容词。然后有一个非常好，很好吃，是什么？宾语。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使用不但而且。先有一个主语，加不但而且，加形容词，
加而且，然后最后加什么？一个宾语，好吗？老师，再来一遍。主语加不但加形容词加而且加宾语，好吗？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做一下新练习，看看大家是不是懂了。练习呢，老师要求大家用不但而且来修改下面的句子，我们看一下句子。一，阿里会唱歌会跳舞。阿里会唱歌会跳舞。二，我的弟弟会说英语会说汉语。我的弟弟会说英语会说汉语。三，这个手机便宜好用。这个手机便宜好用。四，杨文的诗好，天气非常凉快。杨文的诗好，天气非常凉快。五，这个东西贵难卖。这个东西贵难卖。好，记住老师要求大家使用不但。老师要求大家是用不但而且来修改这些句子，所以老师先让给大家一段时间做练习，然后我们一起批改。好的，大家做完了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正确答案。一，阿里会唱歌会跳舞，怎么修改呢？阿里不但会唱歌而且会跳舞。阿里不但会唱歌而且会跳舞。我的弟弟会说英语会说汉语，怎么修改？我的弟弟不但会说英语而且会说汉语。这个手机便宜好用，应该说什么？这个手机不但便宜而且好用。杨文的诗好，天气非常凉快，我们应该说什么？杨文的诗不但好而且天气非常凉快。最后一个句子呢，这个东西贵难卖，应该说什么？这个东西不但贵而且难卖。所以今天刚才给你们解释的两个句型，大家应该记住什么？我们可以用有的来表示一些，好吗？我们也可以用不但什么而且来表示递进关系，好吗？所以老师现在给大家布置作业，
你们看一下作业的要求，请用有的有的和不但而且修改下面的句子。我们看一下句子。我们一，我们班里的学生是中国人，是外国人。二，雅文德的生活方面天气非常凉快。三，她是我的妹妹，是我的朋友。四，玛丽很漂亮，很聪明。五，我的朋友喜欢吃卡麦隆饭，喜欢吃中国饭。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一节课是书写课，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做作业，所以谢谢大家，同学们再见。Una tege minga ma tege nyum, una tege majang ma tege ndom, mane tambia ninyane njubyayen, ngani bana ma tege mot, ngani lakiri wa tege ndong, esu kinambia jinkido, mane tambia ninyane njubyayen.